同一坐标81.55啊，宝图连续挖30张。这波资源虽然不是很贵，但是有意思，没有上面那些，第一个就他妈出怪了，恶心。拿160级的武器挖宝图，牌面在。好，么么哒，抓紧时间刷刷一刷，增加自己的财富等级哟。60级的环啊，开始赚了。我他妈174级的龙宫海中交球，我他妈挖宝图死了，可能吗，大哥？挖低宝图从来都没想到这么爽吧，30个站在原地直接挖。其实要是高宝图同一坐标更爽，为啥呢？因为高宝图的话它没有战斗的这个环节，没有战斗和被毒的这个环节更爽。好了吧，活力144，活力不多，住店才浪费14，不亏。把吸血鬼收回去，不行，有的主怪扛打。好了，刚才那个招聘群，哦，而且奥莱图一出就是一本必杀，装符必出必杀。好，恭喜老板啊！恭喜老板为游客们啊触发了最顶配的1888啊！小神龙啊，这名字有点非主流。好，臭绝的话是幸运啊，幸运跟必杀随机，不过现在必杀和幸运都已经不能正常打出了啊，都是正常拿出来啊。拿出来用吧。